找回诚实甲廉耻心的价值，才会当救台湾。召回。好，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来，我用支持的，咱今麦倒转来第三段，有人甲咱五个老师，哎，我拄在咧滚笑，伊讲黑索索的啊，这个黑到发亮，安怎的哦？黑到一块一块的，黑我是滚笑，黑甲这完全，甲老师的迄种讲法完全无关的。那今咱来讲索啦，迄蛇咧唔得行，唔得索。啊，你什么人啊？你为倒索来啊？你个锁一对去啊！啊，你锁就写迄个蛇就好啊，蛇就通个锁啊。是啊。啊，蛇都安尼锁啊。系啊，安尼唔得叫锁。嘿，啊，我迄字上准，迄个锁，蛇中国话讲蛇咧锁。对啊。啊，迄个正讲迄个蛇咧锁，迄个锁是要安怎写？啊，啊，所以台语来讲吼，有时你勉强要甲用汉语来用对无？你现阶段，伊迄个讲不是，要熟性啦。大家个熟性，大家来讲，看了字，大家熟。哦，不管你对唔对就对啦。哦，在安尼以前对无？我是讲，台语要安怎写，莫甲创哦遐尼费气，莫甲创哦遐尼费气。哦，啊，用较简单嘞，我怎么就主张讲台语汉语来对吼？应该就用迄个叫做卡。用迄个较常用的汉字，大家捌，较浅显的汉字来表达就好。啊，那迄个较深入的、较深入的吼，会发生误解。比如用汉字，用这个字会发生误解的时阵，对无？最好是用平音母字来表达。好，这款方法，咱发觉就讲啥，咱讲过一摆啊，譬如讲日本文。但是日本文，伊若要勉强拢做用汉语来写，可能嘛有可能啊，嘛是无可能啊，就是较困难。啊，无得个你咧写的人真好写，啊咧读的人也真歹读就对啦。哦，所以咱是主张讲吼，用真简单的，既然你就会当写，既然当成功，是吧？事实上，点吼，即几年来，差不多四五年来，就是讲国。就像咱咧讲，说黎明山的这个文学奖，吼，啊，国管政府咯，一个咯，啊，是讲叫做上迄个是，这个叫做台湾文学馆，吼，台湾文学馆的文学奖，吼，台湾文学馆的文学奖是上悬的，吼，啊，到迄每一年举办的嘛，每一年都真济大语文去参选，去参选，吼，虽然。吼，也无讲真正会使讲，说啊，这真好个境界对啦，真好，也未到遐来讲，啊嘛差不多讲，台语要安怎来写，已经有一个啊，超破壁啊，哎，有一个破壁啊，啊，这不幸就是讲，说咱一个民间工作者吼，吼，社会工作者吼，加咱个迄个叫做啥物，学术界，出一个。嗯，啊，是，哎，对。啊，即摆要注重民间，那是要注重学术界。当然，起政府啦，起迄来讲是学术界。哎，学术界拢拨足侪钱予伊个啊。我钱开落去啊，我当然听伊个。因阁有学术的迄个身份啊。啊，你民间的，你较努力、较拍拼。啊，你，我也无开钱予你，我承认你，啊，也是否认你。诶，记载过啊！但是事实上点吼，咱有发觉着讲，譬如讲现在教育部有一个叫做教育部诶，伊个即闽南语咧，台湾闽南语字典诶编辑小组，有即个小组是啊，编辑组是啊，动一个吼。哦，相当安尼集得个学界安尼，办公厅设足大间就对啦。现在咧，你偏写一本大字字典。啊，伊现在咧偏写，伊甲你讲是上容易。偏写上容易啦，较偏僻个地方。较尾会再来用个对啦。但咱发觉来讲，事实上这本字典的延续吼，已经十几年啊。已经十几年。已经十几年啊，到
那讲用因这人吼，要来甲台语的所有的语言拢创啊较好势的时吼，我看台语就死啊，台语就死。哦，过来有一个，台语有影遮册名遐册。啊，过来有一个问题。嗯。过来有一个问题。嗯。好、哦，一个人破病。嗯。好、哦，医生呐医唔对，迄人嘛较惊死啊。对啊，下唔对药啊。迄人较惊死啊。啊，是诊断错误。哦。咱咧发教育官啊，发教育官，即本即摆写出来大罗吼。嗯。教典吼。嗯。台语罗马字教典。唔是罗马字汉字。哦，汉字，汉字那叫大陆，不是大陆，我讲唔对啦。哦，哦，这本教典，哦，这本，这本迄个教育部，哎，做这教典的时候，教育部闽南语字典，嗯，哦，这本字典、嗯、所提出来用的，哦，咱发觉了，伊的困难度，就是比刮切写个困难。嗯，哦，譬如刮切写，即个叫做刮切写讲。我咧讲话吼，咧讲，一下广东个广，嗯，一下广东个广，迄度迄度，查天查啊，不如咱去唱卡拉 OK 内底作者台语个台语个迄落歌词，啊字唔是写迄，但是人嘛唱到足欢喜个，迄落足济足济啊，想想个敢若有通嘞。但是较歌啊，伊在写我即个讲，啊啊，两公中读个讲，嗯，写这个是唔对。你是唔对，但是读得出来，对，读得出来，又搁读得出来哦，嗯，又搁读得出来。你知咱台语内底吼，嗯，有一个讲甲讲嘛，对，嗯，对，讲甲讲，啊，讲甲讲，啊，即摆咧讲号做咱讲拢写迄字，演讲迄字讲，对，对，对，啊，那演讲迄字讲究竟是我咧讲，啊，我咧讲，嘿，啊，讲甲讲就差一撮去嘛。演讲是演讲，讲话是讲话。不是演讲，是咧讲。我咧讲，我咧讲。我啥人咧讲？是点仔头咧讲。嗯。哦，徛伫官大咧讲。讲就是啊咧。咧开讲。就是向向真济人无一定的对象。嗯。咧讲，我就讲。啊啦，讲就是。我甲你对话。向对话咧讲。我甲你讲讲咧安尼。问题是啥？嗯。问题是这个讲你啦，嗯，咱用这个讲话来讲，哈，嗯，讲话来讲来读作讲，讲，这是本来是唔对的啦，嘿，本来是唔对的啦，嗯，哦，因为咱咧讲这个讲话讲吼，本来应该就是这里嘛，嗯，啊，这字唔是言字，这里都唔要当读作言。但是但是我们对现代北京语语言，咱来读那个啊，语言，哎，说那个言吼，言，这里也是那个那个国语嘛，是读个国，哦，读个国，哦哦哦，日本人吼，嗯，引用一动调，引用这里，嗯，我看到又又就是在讲话，伊咪是用这里啊，哦，啊，咱台湾因为这里读多言啦。你要常常讲，就常拍他噶。但是咱咱啊，加有那个查汉语的这个经典啦吼，查汉语的经典，咱有一款弦啦，这大这大弓。对啊，大弓弦啦。大弓弦。我阿爸就会晓按大大弓弦。哎，董箫啊。哎。董箫是个较大弓啊，较细弓，迄个弓就写这里。哦，好好。大公箫。哦。哦，唔是大烟箫哦。哎，咪大烟箫哦。哦哦，大公箫。哎，大公箫。对，写字字来讲。哦。啊，但是。啊，即卖现代话，咱台湾拢嘛讲言语的言。对啊，啊，问题就是安尼去。这语言甲迄个会转啊，时代无同，所以你要讲用字字要伫台湾要甲读做讲。其实嘛，无啥会通，唔是嘛，袂会通。会通无人袂接受啦，人一个感觉你这怪胎，你啊，你哪会？迄言就言，你哪会搁改？是会通，但是问题是讲，甲咱人用袂惯习，叫做直觉的观念吼，走正去啊，吼。所以咱用这个讲话来讲来写作讲话讲，但是问题就直接咯，问题就直接。那用讲话来讲来读作讲。啊！就安尼讲，都无你样写了。嗯。讲啊。
哦，因为迄个杠要起来，要讲，哦，杠要起来，要讲。啊，有人讲，我著用迄啰，淡水杠，迄啰什么码头杠，杠钳啊，用迄个杠来代替。无啦，我第几下讲。即摆，所以是这点嘛，第一问题者，诶，也是发生问题。嗯。哦。啊，当然，你一个文章啦，读头，你一读，你当然会知，你家己会当分别个字字啊，爱读在讲啊，读在讲还是无唔对啦，还是无错。但是，迄个上就一个符号内底吼，就迄就缺点。这符号就是讲，你这符号爱读啊，读啊才长才会发到了解，无法度直接看到就了解。诶，迄个符号吼，唔是袂使的，是有缺点。嗯。所以，像这个问题，大意上还是爱。哎，解决就对啦，哎，解决啦。是台语内底相通有这个问题，比如讲现在咱的教典内底吼，伊、我有看到伊是讲，比如讲车啦，车，哦，我来车人啊，车啦，车这个人，嘿，啊，有人改讲寻找的寻啦，哈，啊，有人改写作找，找。寻找两个字，拢改当作台语来，底让人拢在用。用车点吼，车那过去吼，咱社会民间一般习惯咧用的是用个寻找的寻吼。嗯。用这里字。嗯。找锤。嗯。用这里字用啦吼。嗯。啊，我发觉了高点吼。嗯。伊是用这里。嗯。揣，嗯，招揣，这毋是揣噶，哎哎哎哎，哎，啊，事实这个字是，哎，也未，这个字是真歹读啊，歹读啊，吼，揣，啊，揣摩，对啊，揣摩上意，揣，大家伊个迄个用法咧，揣摩上意，揣是吼，是心内咧，咧拍算个，心内咧想啦，是啊，甲咧揣吼。不对，伊个有车，意思是无唔对。嗯。但是伊个实际上个车是无夹啦。嗯。啊，我是讲，这是算是无需要啦。嗯。啊，恁甲要讲吼，啊，恁安尼多一字较正确。我咧想是迄个省找的省哦。嗯。较好用，因为恁大姨都讲找车。对啊，对啊，找车啊，嘿啊。啊，安怎恁大姨来找车？你若带恁到咧偏。嗯，不然到车就好了，就走。啊，无啦，伊去街啊乱乱踅，唔着去走车。去街啊乱乱踅，不着咧走车。嘿啊。哦，安尼，普通咧讲，哎，我走车头咯，就记得街啊乱乱踅，唔是走车。所以我是感觉讲，走车就是走神啦。嗯嗯。走伊唔去啊。嗯。走，嘿，寻。找寻，系啊，找寻，找寻，啊，唔是寻找，系是找寻。你找寻吼，咱咧找寻啊，咱大意内底一定要甲后边迄个车要甲纠正点吼，即是找车被找车去啦。哦哦哦，啊，都被找车去啊。嗯嗯。找车啊，被找车去。嗯。啊，找车去，咱就去找啊咧。嗯嗯嗯。哦，这是咱大意内底吼。因为汉字是咱台语特别用的时候，咱台语有一个习惯，讲台语的习惯就是讲，台语为着要或者破他们，就是嘛，或者练凳，嗯，会较练凳嘞，会较练凳，讲话讲者较溜嘞啊，迄个发音，嗯，会改变，会改变，所以造车那是造车，嗯，好，变啦，安尼神是正讲。嗯，应该可以用的汉字就对啦。嗯嗯，应该可以用汉字。找寻、找车。嗯。啊，所以吼，我有一个感觉是讲，台语的字要安怎写，唔好甲塞入去。死胡同内底。死胡同啦，迄无底深坑内底去找就对啦。哦，讲袂了。对。讲袂了，就是讲一般习惯都安尼写，安尼写。我的迄啰浅见啊吼，就是讲你，像是讲你若要学台语，人就讲啊去听演讲，啊无去听迄啰政治性的演讲，啊讲去唱卡拉 OK， 卡拉 OK 内底点台语歌拢足济，伊迄字
歌词嘛，安尼拢捌过。啊，人就知讲读这字，人就知影迄第二音，第二字就安怎读，啊，人就知影。啊，迄伊是照迄个音念念嘛，无底气，啊，伊迄地就是一块两块的块啊，无底气安尼嘛。啊，我就感觉讲，那即马感情吼，大家初初咧学习的时阵，咱就加减哪样哪样哪样，用到那真溜的时阵哦，啊，你搭要来要安怎来来甲伊定性伫啊安尼，感觉较好呢。他袂阻碍着。即马咱所有要讲的是讲，咱若有一寡物件是用汉语真歹表达的时阵，你若别艰苦，干要用汉语来甲表达吼，第四吼。必须变空，未清楚未好写。对，因为汉字就是空虚，北京伊讲会框死人呐、啊，会空虚人会甲人枯掉的安尼，互你家含入去啊，煞变互缩掉。汉字就是说，汉字因为伊有一定的字义，迄个本身有意义尔尔，但是伊的发音点吼，事实吼，伊的发音事实就是讲有真侪款啦，有无确定就对啦吼。譬如讲，咱我个人无甲我咧安怎，我想想就写讲平安的安啦吼。啊，怎么样？怎啦吼？安怎？我都写安尼啦。但是即咱所以闽南语飘顺啦，中国迄边啦吼。啊，个咱台湾人在咧讲的吼。一般还是我写用迄个按棍的按吧吼。按棍的再加一个提手旁啦。我就是讲，啊，你汉字的为什么爱用那两字？咁咪按规日安怎？咁咪比讲安怎较好表达啦？因为这安字点吼，安字你会记得，就安在啊。如今安在。如今安在。如今安在。疑问何地咧嘛？安不是写的疑问，说安怎的安？咋就可以了吗？为什么按下去你抽一个过去你抽手呢？哦，按着给你抽手的时候，因为人伊蛮容易，中国那边的用孙安代理那个来的，不是中国那边啦。中国那边啦，中国那边的泉州、漳州啊，因不是讲安怎，因讲安怎。安怎？安你是？所以你那些安，伊那边的人些安怎是无害的发音吧？哦，所以伊讲安怎？是安怎？啊，说安怎？就是说安套哈。安尼是。吼。啊，是迄是引导的代志，伊别别。家咱无伫台语。但即摆你从台语的时阵在写台语。你就讲台语啊！你若过伊，搭摕迄个厦门的迄边的啦吼，中迄落广东啦吼，福建啦遐的话安尼来倒灌在这里面来。将因来当作迄个学习的范本，安尼我足烦的你。咱即摆就是讲吼，咱先甲台语创好了后，咱要比较讲啊，台语甲长沙话有偌济差别，安怎？迄个是第二步啊，以后的代志。对，咱先甲台语创。所以个台语吼，看作诶不离话，看作较简单。用差不多，我头摆做滴个用高中的学生，高中以下学生会捌的汉字。啊就好，对，啊，出的困难写不出来，吼，写不出来，你无想看一讲几年尔，然后学院的人对吼，学者遐话拢免讲啦，我譬如我讲我今日拄要来的时候，我拄有迄个现代伊落一点吼，我就又搁一句讲，翁北邦啊，是咪？翁北邦就是讲。你富人咧，啊无讲啊，无遐富人真来来啊咧，你往北方就来。你个临时领命，对。不过临时领命，佫无啥讲。往北方就是讲。你富人真就来啊吼。往北方，我相信往北方，拜托。我听无。往北方。可能你即较深沉的代意啦，即较开始讲较沉。即敢咱嘞，咱本地咱嘞。对，我以前也有听过。往北方哦。往北方，你往北方就来，啊，我要。哦。比如讲，你要来给我讨钱啦，吼。嘿。我欠你钱，你要讲什么？啊，你又不跟我讲，往北方就来，我才有法度发行你。哦。临时哎。临时哦，往北方。
所以这个话你要用汉语来写，那是相当困难的。对对对，嘿。啊，是用迄、那、啰、個，要用什么话来写较好？拼音文字啊。英文字哦。拼音文字。哦，拼音嘛、哦。啊，无来用罗马字往北方，敢会使？拼音文字就是罗马字。哦。啊，是波波摩也是拼音文字。好、哦。拼音咩？你就用拼音文字。系啦系啦，啊，咱今日就感谢咱吴老师哦，我今日学着一句往北方。往北方。往北方对哇、啊？好啦吼，咱后礼拜吼，咱再个见面啦。啊，今仔日祝大家中华民国元旦过了以后，爱大家爱心情爱放较轻松嘞。吼、哦，啊咱今仔日开始，甲明仔载拢有这个寒流啦。咱讲寒流要安怎讲？寒流要安怎讲？做寒。乌寒。乌寒啦。吼、哦、啊，咱大家衫着爱穿较少嘞，爱食较好嘞，安尼身体保重好好。迄嘛是爱家己疼家己，搁疼咱厝内的人。咱卖互人增加麻烦啦咧，好，阿、咱今日足感谢，吼、哦，阿、咱后礼拜再会。